新北市警察乐队巡回演出最近在安溪国中展开，长达45分钟的演奏，让全场的警员和里长近百人听的是如痴如醉。成军17年的新北市警察乐队昨天在安溪国中展开巡回演出，警察乐队演奏10首曲目，从耳熟能详的邓丽君组曲，一直到伍佰演唱的《你是我的花朵》，长达45分钟的演奏，让全场的警员、里长近百人听得如痴如醉。警乐队还现场即兴演出，并与观众互动，场面十分的热闹。这次我们分局的联合勤教啊，那我们特别敦请我们警察局的警察乐队啊来我们这边演奏。那为什么会有这次的警察乐队的演奏呢？最主要是原来我们的警察乐队大概是用在我们的庆典啊，我们预防犯罪宣导。那我们局长来了以后啊，发现我们基层的员警他们非常辛苦，所以他也特别希望说我们警察乐队来演奏的时候能够这个帮我们同仁鼓励工作士气。那这是我们局长来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啊，他更认为我们的这个警察太过阳刚，然后警察乐队啊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民众接触的话，那更可以增进我们的警民关系。那警民关系好了以后啊，那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警察啊，这个形象啊重新这个塑造，希望民众跟我们警察越走越近，希望民众支持我们警察。三峡分局分局长余瑞峰表示，新北市警察乐队每个月将会去一个分局演出，希望能够让同仁在执勤辛苦之余，也能够听听音乐来纾压。中嘉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